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跑步的时候，我会听耳机。那有人就是套在起来，或者晚上要睡觉，听个放个 CD 啊，听个音乐啊，放松一下。唔过有时阵吼，我人咪去迄个 pub 啊，我以前拢去对 piano bar， 那时候很多现场听啦、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的餐厅或是什么有民歌的表演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幸福哎，因为冬连你可以在听 CD 什么，可是你去现场听。那个演唱会的时候，当事人那个在表演，那个感觉真的是那个情感更加投入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好的，我也希望在现场能听到哦，这个演唱者唱歌，然后你就那个声音感觉是很不同，你可以融入在其中的。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，就曾经是这样超会唱的，今天真希望能够融入其中。好的，我们来欢迎明雄，还有我们的中部塞林景成先生。我是深情探将明雄，大家好，我是料理民主林景成。今天与美凤姐约什么呢？快速出赛哦，准备年菜不头痛。美凤姐好。好长时间不见了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！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是2年前哦。哦，这个上一张的那个新，每次都有新的作品，太棒了。谢谢。而且啊，我就觉得一直都保持得很好哎。有运动，运动。有运动、哦，运动的习惯，像美凤姐一样。哦，对，这个的确有的时候身形不要变太多，衣服比较好穿，然后就对。你也保持很好啊，每天吃美食也不会胖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要运动，要运动。你有做什么运动？跑步。哎呦，下班，你还有时间跑步啊？下班之后。哦，下班哇，当然要的啊。对，跑到三更半夜清晨，刚好菜市场出菜，没有那么快，选菜太夸张了，是别人去买的。那今天两位来要合作，新兵快聊力呢？来，咱今日做八宝蒸味佛跳墙。贵你被用的对，啊，其实可能是买人家啦，对，拢会使哩，对，啊，个另外，个另外一个就是讲运用咱的佛跳墙，咱假如村的贵你米菜啊，村的，咱都加一寡物件咧，做咱的蒜蓉螺肉海鲜锅。哇，那个是酒家菜耶，对，酒家菜的，对，那个下酒，然后你喝热汤，哇，超棒的，对。八宝真味佛跳墙的食材有排骨。猪脚、鱿鱼、蹄筋、猪肚、笋片、莲藕、栗子、鸟蛋、蒜仁、香菇、鸡肉、虾米。蒜味螺肉海鲜锅的食材有蛤蜊100克。螺肉罐头1罐，五花肉片120克，烤虾8尾，白菜80克，金针菇1把，香菜适量，高汤100cc， 蒜苗1把，芹菜1把。来，咱今日首先，咱先来咱的佛跳墙。是啊。好，佛跳墙是咱的山顶海边。好。有山顶的，有海底。好的。都嘿拢有哈。好。首先，咱来介绍一下哈。咱所谓八宝来，就有笋片、地刀、排骨、莲藕。米凤姐，你才需要用莲藕吧？莲藕啊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用的佛跳墙拢放藕啊。藕啊，对，藕啊，对对对，有人爱食藕啊，但是藕啊滚啊尾啊，放啊尾啊，你拄啊食会使哩。你一道来，你10个，卡到15个了，卡嘞，拢落落。哦，所以。哎，啊，嘛无好看，啊，你剩咧要做其他料理嘛无法度。安尼哦，对哦，懂的。所以用莲藕其实在炖了，伊的口感跟蚵仔差不多。好的，而且嘛就好食，啊，汤都清澈。很棒。对对对，酥酥脆脆的。对哦，啊，对啊，咱来增加咱的口感就是咱的卡底卡。底卡。哎，底卡哈，靠胶质，啊，对来。底卡筋。对，咱的鸡吧。哎，那个底卡是有卤过的吗？炸过，有炸过的。炸过。排骨也是。都是，一等到煎过，煎过了后为。咱的佛跳墙内，伊味佫足香的。我现今嘛无用蚵仔好啦，蚵仔因为很多人贵宾唔敢食。好，正常我食我无对。好的。包括咱的排骨、咱的栗子。啊，如果真的喜欢食蚵仔啦，你中间也可以加。
阿妈是一样。你也可以自己买一些来家你喜欢的食材。讲灰菇，对，也 OK OK 的。对对对，好的，来，阿舅妈拢爱改黑的。对，阿伯，咱做这几项物件阿袂钱，因为所有物件拢爱钱贵，咱今日留三项。好的。蒜头。爱情。哎，椒蛋，阿罗鱿鱼啊，鱿鱼啊，增加伊的香度。好，你所有物件煮过了，第一，伊落出的是咱特别酸麻麻，对，也比较香。哎，然后佛跳墙啊，吼，就是这个就澎湃，就澎湃，就这料理的食材，迄类，迄敢那过年，但是现在平时因为现在，因为如果家庭主妇吼要去传教你这物件是有点辛苦啦，现在有很多都是冷冻好，真空包装。哦，对，对对对，直接打开方便，多方便，平常嘛都可以吃，要我就加糖粉。哦哦，冬粉加进去，然后变成一个冬粉汤哦，用它的汤，对这个，但是就是说基底它本身就是有啦，有对对对，哦，阿弟安尼煮吼，我嘛对 OK， 感觉比较没碰到鬼耶吼，对，嗯，像我们吃这个火锅的话，像这个佛跳墙，嗯，他有没有忌讳说放什么蔬菜啊？是不好，蔬菜全部都可以放，都可以。是白色可以，绿色也可以吗？绿色后来你要吃了再放。最后哦，绿色是最后。对，它白菜是 OK 啦，白菜 OK， 高丽菜啊，大白菜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员工靠顾哎，阿雷。好，这个呢，其实食材我们都知道了，再来就是要把它看怎么处理。在这个当中，那你来听瓜。哦，你想好太高清了耶！唱歌是我的专门呐，不然你先一边料理，然后美凤姐就在旁边在对，我在唱歌是你的料理，欣赏这个林师傅主厨，然后我在旁边配乐。最主要的就是他的长项就是唱，我的长项是吃，对，你的长项是煮，好分工合作。好，我来分工。那请问你要唱什么？我有带我自己的歌曲来了。我想问赵花，今天那叫你要舞剧，你不赶快？你喜欢热闹的吗？还是抒情的？热闹的，热闹的。对对对，都可以。我想一下，它适合林师傅适合什么样的歌？太新的歌，他可能没哈，味道也糟糕了。那他大概这种年龄，应该就是这首歌了，想起来了。走了一步，眼泪掉下来，再回吧，我的心上人。自从和你相识了以来，好像你在我的眼前，永远永远不分离。轻轻地高山，茫茫的大海，爱你像大海的那样深。当你要离别的那一天，少了你在我的身边。遥远的故乡，高高的月亮，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新月光。下来，再回吧，我的心上人，再回吧，我的心上人。起来，你看，对啊，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加什么？现在我们来加入我们高汤，好，这是高汤，好的，好。那佛跳墙一定要有几个物件？好，两撮哟，不是，油葱酥，哦，哎，但是点你的汤，哦，油葱酥的一点汤，好的，哦，好，啊，再来，工作小米酒，这嘛是酒，哦，我看是绍兴吗？不是，五加皮，五加皮耶。我还闻得出来是五加皮药酒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哦，不，哎，佛跳墙加五加皮的，比给作战。真的，以前那你知道五加皮，以前老人家在部落里面呢，实在是没有什么药膏啊，或者什么，就拿那个五加皮贴，就是哪里酸痛，然后就哪里酸痛的时候跌倒的时候肿起来，拿五加皮在一直磨。我说阿公，那磨什么？好臭，有酒，你用米酒。
五加皮，或者是酒类酒精这样。哦，它有一点中药的感觉。中药，所以我说那味道好熟悉呀。难怪一闻，你老婆讲伊无啥哩啉，啊，无人想欢来只狗，啥物酒拢知影。哦。好，咱即摆是要练练伊的汤头，所以家伊再炸炸高调，汤较清。好。好。对，咱要好，咱即摆要灌入去。嗯。都要加一项物件。好。啊，乌醋。哦，乌醋，乌醋落去了，伊的芳度继续芳。好的，好。好。乌醋。所以汤是另外煮的。用啊，这样子用，慢慢用。哦。对。好，我们下一道这一道料理哈，那么多少讲有佛跳墙甲春呢？嗯哼，哦，甲春呢，阿妈变对回锅，好啊，市面上起码有几多种诶？这个我来好了，这个这个我来，美凤姐，好来，你刚刚说这个料理包就是个好，哦，这个非常方便，那这个汤酱就不用再滚了就可以哦，哎，再放个点锅炖，点锅雷炖，对对对，啊炖较久诶，炖两三分久嘿，蒸煮，对对蒸煮嘿。倒进去。你看，那这里有麻竹这一哈。好的。先把首先先用我们的汤，高汤哈，然后把这些料理包倒下去。哇。汤汁还很多哎。对呀。哇，料真多。不要浪费。那还要再放什么？可以放其他任何的，它做成青菜、加鱼、加肉，还要有菜干。哦。所以咱放一挂。蛤蟆啦。嘿嘿，对对，用牙啃。那先挂大白菜来烤。好的。啊，那迄个安尼。不浪费。哎呀，阿姨在，这个就是要放进去这个电锅，落去炖好外久的时间。用那电锅，对，两杯水，落去炖来跳起来。你感觉无烂，都半杯都落去炖。哦，安尼，好，了解了解。哎，那这个 size 的话，那个电锅要很大呢。是，一般小家庭可能塞不进去哦。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？一般电锅，不然就是用那个小蒸笼。电哦，小蒸笼，电嘛是，电加水，但是电你加水在底下搞，对，比较危险。电锅上好，电锅无水就自动跳起来。对了，对对对，电锅起码做菜就方便了。对，嗯，好，啊，所以咱再控制下海参落去，其实再加起来，佛跳墙，对，原本，哎，原本的调理包可以比较胖一点，重点。凤姐，你个豆蔻多啊，无看其他调味料拢无看到啊。伊原本迄掺海鲜的料，味淡就足甜就香的，免得看其他的调味料来去啊。了解。所以伊包下来，正常咱家己下一挂水来。水，嘿，对对。对。啊，你两包落去都还有一些料。再来，你包蒜苗不了，爱蒜。好。蒜苗，吼，蒜苗一定爱有落，才有香味。明想起来足够唱的，只等下爱搁听一首啊你的歌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们待会可以上菜的时候呢，就来听一首。好，没问题。带来的歌，什么歌都好听，那这么好听哦，唱歌又好 man 哦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这个我们因为这个大概要时间大概多久？要让它滚开就好。滚开就好。对。好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，那我们呢就可以准备上菜，待会就跟大家分享成品。那我们准备上菜喽。心里表面总是一无所谓，烧纸的烟慢慢的熄灭，闭上眼睛如过眼的云烟，时光一转已过去几年，男人难当，他也会在深夜里流泪，一路回味那过去的香味，如今现在碰面只能擦肩，对过去今天说一句再见，阴天雨天我们结交遇见，多想再回到从前，回到开始的起点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故事的结局，悲欢离合
去，睁开眼才发现这是场梦而已。好听耶，好好听哦，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男人难当，女人难为。好啦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永远就是在学习吧。下一首歌，对，看看能不能帮这个美凤姐唱这首《女人难为》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辛苦的地方，但我们不是你这个立场，可能有时候同理心没有办法去了解。对，那我们有我们的男人都不懂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吃美食了。南京嘛，这个是哇。超多料的，那个味道啊，虽然要快过年了嘛，对，好期待过年的感觉了，过年的气氛到了。对，我感觉现在人就很好，不一定要过年呢，平常其实都有得吃啊，都有得吃了。这个哇，这种汤就是要越熬越好喝，越纯，对越有味道。对啊，这个汤好，好喝，很清澈啊，而且味道又够，对。犹豫不决，中间自己想吃什么，还可以再加一些料。这真正就好用。对，过年要搞啊，好用。那一般家庭主妇如果做佛跳墙，就困难嘞，因为你为开始采买买物件，每顿来都在整理后，料都挤挤又都吹。对，女人真是辛苦。对啊，尤其备料的时候是很辛苦。而且过年过节，你又比较干干煮的呀，所以刚刚凤姐说女人啊难为。嘿咩，有辛苦的地方。啊，你现在要透开哦？无，我想你看麦，因为今麦这种就是热处理过，跟一般的罐头同款，所以这是常温下可以放一年哦。哦，常温不用冷冻啊？哦，不用冷冻。不用冷冻。哦。这个热处理过了，接着刚刚那个罐头同款，只不过一起铝箔包的，是好保存。所以那边上边又上亲戚边又坑起来，这边给我们磨边。好方便，方便，我更喜爱看冷冻。有的，没，了解了解。你敢不知道佛跳墙安怎来的不？唔知呢，唔知呢。其实这是为清朝一个政府官员，就是伊在个官员要请因朋友，所以伊翻入伊的御厨，伊的总泡菜，把所有的料理，包括鱼啊、羊、牛、鸡、鸡全部用一个小熏安啊。伊早无种佛跳墙，所以小鱼仔啊，来吹，来炖，炖出来味，内底有海产的物件，啥物味拢香的，所以味在敢若大杂烩啊呢，所以味拢真材实料的。你是说谁叫厨师这样做？一个清政府，清朝一个官员。那个官员以前是做中破菜哦，无伊哪会知影讲家只物件遐类足好食？无伊可能把物件囥安尼看卖，看有较好食无？哦，误打误撞就对的。是吼，对，对啊，所以伊吹起来气味足香的。啊，想要个佛跳墙，因为佛家这香，伊买片到这味，翻墙过来片。哦，个佛跳墙，佛跳墙太香了啦。对啊，因为味道很香。味道很香，所以连佛他坐禅的时候，他也不坐禅了，直接跳个墙啊，过来垂到旁边味道一样。受不了这个诱惑。因为你讲迄个政府官员编的吼。啊，不过这个名字还蛮有意思的，佛跳墙蛮有意思，鲤鱼跃龙门。鱼跃龙门，哎，这都是有一个故事哈。每次过年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有一个新的气象，一个新的开始。然后呢，在过年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一个气氛。再远的人都要回到家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吃个年菜那种，哎，味道，那尴尬是不赶快，然后回来看家里很忙碌啊，厨房这样，小朋友这样，然后家里还打麻将啊，接龙，哎呀，那个气氛很好。所以呢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料理，我们要让妈妈呢在过年的时候呢不费力的，很轻松了，不要让女人难为，很轻松做这个料理，然后也不要让这个爸爸男人们觉得他们很难当，但都很轻松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么好的年菜，家里都开开心心的，一道好料理，是不是很棒呢？今天非常谢谢二位的光临，感谢带来好听的歌，带来美食，谢谢你，谢谢。